白相最近来说，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连锁提供的节目，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的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昨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在这祝大家平安快乐啦吼！来，今天来连线一下吼。一点钟六十分钟，搁扣掉三分钟，57分钟。所以说时间宝贵呀吼。梅香那边跟咱讲的就是讲道在行不在言，还有一口气在，还能与神仙合一，然后就要珍惜日复一日，也就是过去早晚吼都要理神明然后。啊，能够按课程标准做，才能称为叫做修行。然后，啊，有诶，唔是，有哦，我有咧修哦，吼修。较早吼，咱就讲皇帝的一生啊，吼，习在于皇帝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远呐、啊。就是讲幼而循起，长而敦敏，成而登天。王南公，咱的五帝祖啦，出世伊就是这。这样啊灵敏，那么咱人呢，吼、哦，同款啊，来到这个世间，咱嘛会使啊，会使，吼、哦，会足聪明的啊。但是聪明底底一定爱无业感，咱人若有业感，较早精神啊太伤济，食伤济，吼、哦，阴性的物件食伤济，你这世人讲你要偌聪明啦、啊，足难的，嘛是干那嚼肥肥叫我推推安尼尔，那没办法，因为人的灵性要清。就是你家心嘛爱清啦，过来就是讲你的过去世因缘机会真好啦，因缘机遇卡遇真好，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哦，能够有正悟的人呐、啊。哦，有人咧问我，吼、哦、问我讲啊，灵体为什么咱咧静坐都点点啊坐就好啊？为啥咱静坐都点点啊坐就好啊？现在都爱起来唱歌，现在爱起来灵魂。灵动魂体，吼、哦，咱要去甲印证甲体悟啥？吼、哦，咱讲停滞了好几年的灵动，你拢总无爱去甲灵动哦。在过去的灵动经验，你会做出怎么样？
你会做出高难度的瑜伽动作，平常呢没有办法做出的动作，甚至有一股先天之气在你的体内流动，你会跟它得到共鸣。所以你莫讲哦，啊，底下你灵动，敢那袂输他个破去安尼，唔是安尼哦。你咧拍五行拳啦，你咧拍，你咧拍太极拳啦，啊，是讲你咧做迄个很难的动作。你奇怪，就敢那师姐讲，我平常时我拢压袂落呢。为什么来供烧的时阵，我直接就压落个头壳？为什么我有法度？平常时我无法度，真的没办法，因为你动工作了，你的气已经怎么样循环了。循环的时候，你的筋骨开始松软了。啊，你的筋骨开始松软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动作，他都做得到。这就是讲，啊，你有包括的一点啊瑜伽动作哦，有啊。但是咱练单功的人，重要是调气，哦，重要是调气。所以我们要有一股先天的气在体内流动，哦，得到了你的灵性的共鸣。灵修的人在灵动时常出现瑜伽的体位，就是在说到那个瑜伽的动作。其实啊，也目的就是要什么，它就是要疏通经络，左右，咱说左右脉，让它可以怎样，咱说进入中脉，直通顶轮嘛，产生了超意识。超意识就是说我会通啊，我会跟神明说话，你要产生抗打女尼，进入了中脉，直通顶轮，产生超意识，产生了超意识。人生最深层的意义是什么？你的心决定未来的格局啦，你的心决定未来的格局，你要将这股力量带到什么地方？你要将这股力量带动到什么所在？你要懂啊，你不懂，你说啊我怎么大家人家灵修灵修的很有那个齁，哦，很有标，啊，我为什么灵修都没有标？为什么？你刚才在看老人呢？为什么说你刚才在看老人？因为咱人呢齁，哦，在灵学的时阵咱在看老人是在看啥？我们在看的就只有是一种齁，哦，啊肢体语言而已，你一直都在做肢体语言，你没有在做什么？没有在做运行的动作，你没有在做运行的动作，你在做肢体语言。你说你得到的是什么？所以咱就未了解吼，灵学是一个真好的灵学，灵学不是一个迷信，灵学是一个提升到咱人的吼，而这个所谓思想观念。如果你真的不会灵修，你只会跑灵山，那你的灵学，哦，就是没有精进嘛，你本身没有精进呐，啊，你无精进，你伫你的学来对面，你在你学习里面，你根本都没有什么，都没有一种体悟嘛，你没有一种体悟啊，哦，你说呢？你说咱人呢？咱人伫这个人生中呢，哦，咱要注意到一挂代志，咱今日来讲。这个看到这个拜神，你都不清楚。为什么这个拜神你都不清楚？咱人讲红讲迷信，你都讲这个拜神敬神，你都不清楚啊。所以太上老君说了《心经》，哦，太上老君也讲这个了，说了《心经》，哦，常持诵此经呢，可以应脱轮回呢，哦，逍遥破经。太上老君说了《心经》，哦。他从内容来看，吼，哦，咱讲出于当代一贯，吼，哦，这个净土道宗内底，伊个东心宝内底，伊就讲啊，伊讲啥？伊讲经文言内观，是安那讲经文要说的就是内观了心之法。那么宣称心为神主，是安那讲心为神主，动静中心，修道先修基啥？其心嘛，观心之法为小动小静，吼，哦，咱无想存想，就是咧讲的无想，吼，哦，无想存无存嘛，无心无动，有动从心，了心真性，吼，哦，咱要了真性真，心无所住嘛，心无所住，对不？啊，
所以讲咱呢，咱今日呢，伫灵学内底，你懂的是哪个部分？不只是身体的灵动带灌了你的身体，但是你还要知道道理。静动从心嘛，修道要先观其心，观心之法为小动小静。咱无多，咱讲无想无存嘛，无心无动，有动从心，了心真性，了真性心，心无所住嘛。好、哦、啊，既然是安尼啊，心无所住，那么呢了无执着。好、哦，咱今日去执这个转真啊，空无空处嘛，空处的真，其实讲咧，伫这水动中。在隋朝和唐朝的时候，为什么也这么重视道教的现象？为什么他会这么重视、哦、在隋唐的时代他重视道教的教育，他就是在玄哲学玄哲学里面。所以说太上老君在讲这个、哦啊、了心经里面，他说若夫修道先观其心，心为神主，动静将心，心动无静不懂了真，心为何本？心为道宗。先来讲心为何本。咱今日要共偷摕要做物件，敢无起心动念？今日咱要去做任何的代志，咱敢无起心动念？不管你做对的做唔对的，所以讲心为何的本？何就是啥？你去惹代志，惹唔对的代志，叫做祸本。心为道宗嘛，不动不静，无想无存，无心无动，有动从心嘛。所以咱要讲了。心真性，真性了心，心无所住，住无所心，了无执着，无执专真，空无空处，空处了真。老君曰啦，物从无量劫来，观心得道。老君在咧讲啦，讲伊对无量劫来啦，伊就是观心得道的啦，吼、哦，伊观心得道的，乃至虚无有所。哦，咱就讲有何所得，为诸众生光明得道嘛。所以老君这样讲：物观众生，不了其心；徒劳耗竭，虚臾取损，以心无了，永劫沉沦。依物圣教，逍遥破金嘛，逍遥破金，这真重要的概念嘛。啊，咱真重要的概念，但是咱的道亲呢？对这个很重要的概念，你敢真正有去甲体会，真正有去甲了解？那真正有去甲体会，有去甲了解，我相信道祖呢，不管讲是也了也心经啦，好、哦、还是什么，对你们都有注意啦，绝对有助缘啦。Thank you.
心，道德经，道德经应该会说很久了哈，因为道德经的内容含义呢太广泛了，然后，我们昨天呢说到的哪里呢？讲到幽冥万不寂寞，哦，讲到着这个故熊无欲一观其妙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什么？道德经呢？吼，要个活用，要哪去个活用？你要去活用它，吼、哦，活用它才有用啊。道德经里没有活用它，就等于没有用了、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那么叫活用。那么遵循自然规律，不断的发展，你要怎么壮大你自己？那么再讲，听咱讲，咱戆安就好啊。有的人讲，唔啊，阮都戆戆，阮都未晓，未晓，咱会使，咱会使安怎精进嘛？对不？从道甲德，老子呢就讲，伫这个哲学体系，吼、哦，伊在甲咱讲的，老子咧开始的，吼、哦，开宗明义，伊先咧讲的，就是咧讲何为道。那么理解道，先要排斥啥？好、哦，那你要理解道，首先要先排斥神或天意的言论。为什么？啊，这神啊，这天机不可扰泄啦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是天意啊，所以跟咱今嘛在读的上面代志，你如果把神跟天意加在一起，你就没办法理解什么叫做道。你要理解道啊、哦。多都是带主人的心胸，你要理解，你要把神加进来，把天意加进来，把所有一切言论加进来，这毋庸置疑，老祖讲的道并不是道家讲的，白日飞升的理想，他所讲的道就是一种不可言传的丰富的状态，就是先天地而生嘛，天下万物的生妙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。所以咧讲到这滋养天地万物，伊是咧讲天地万物必须遵循这个规律，啊，就是道嘛。你要遵循它的规律才叫道啊。那么道呢，你要支配天地万物，却将来呢，你无顺其自然，吼、哦，你要哪讲？要哪讲称为伊是道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咧讲吼道呢，指的就是宇宙甲自然的规律，嘛就是咧称作咱人类自然观甲世界观。对咱的人类来讲，只有熟悉这规律，顺从而不违背这规律，吼、哦，你才有法度适应这规律，利用这规律，咱才会当不断发展。安尼，你这个窍才会开呢。所以咱讲，你谈道的时阵，都袂使甲神、甲天意、甲掠落来，天机再甲掠落来。那三一命卜相来讲，是咱人的一个巫术，是咱人呢，在这个世间，你要怎么让人好、哦、去了解神有天意、有巫意，他要依你什么？他要依你的毛病啊，依你的灵啊。好，依你偏颇的思想观呢、啊？依你已经是负能量的思想观，它不是在医病，医的真的是灵病，它不是医肉身的病。肉身的病呢，都、就是有咱啥，有咱的这个医生来医啊。但这医生呢，医无效的就叫灵光病啦。啊，搁一项医无效，就是精神出状况，他也没办法医啊。好、哦，只是只控制呢，无神经病真正医会好。除了说他的灵性有法度在昏迷的时候而转醒，他会好了、哦啊、所以我们对于宇宙和自然的规律你都不知道、哦、宇宙和自然的规律简单你都给他很不屑一顾、啊、我们日常的生活你都很不屑一顾、啊、你哪来讲道呢？都有很多违背规律的事情吗？有啊，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很多违背规律的事情，藏到里面，我们就藏在违背了、哦啊、所以我们违背这自然法则了后呢，你地球会产生什么样的毛病？我们现在已经吃到苦了，也吃到鸡了。我们北极开始一直在冰山在游的时候，你有去拄到惩罚吗？有啊，你违背了规则，自然就会受到惩罚嘛、哦、我们在身躯边到大的环境污染，水土流失，气候变化、哦、小到一个精神空虚，道德沦丧、
吼、哦、啊，过来就是讲大恶习流行，这总是人类自取灭亡嘛。所以咱讲要认识宇宙甲自然的规律，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努力去做的事呢。唔是讲道德经我都甲读咧，道德经多考多非常多，名考名非常名，无名天地之数，有名万不知妙，唔是安尼了。敢那读这個你也阁无法度深入，你没办法深入啊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咱老子所讲的道，伊要让咱的启示有足大的启示啦。老子足干直，老子他很简洁的讲，明快的讲，提醒认识道。我们必须注意问题。所以讲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这是咧甲咱讲啥？伊讲宇宙甲自然的大道普遍无限，哈、哦，普遍无限和绝对永恒。语言是具极大的局限性。咱会当讲，会当解释，叫做极大的局限性，是片面的。咱无法度讲个足完骨的，咱无法度讲个足深入的，因为语言呐、啊，甲这个文笔，咱无法度好把它披靡。所以，我们应该知道，不管你对道认知有多少，都是局限的，拢是一个极限而已啦。所以呢，咱不应该停留伫这个原地，吼、哦，不想进取，吼、哦、啊。过来就是讲，你要壮大自己的脑部，必须不断的加以认识，你才就真的认识到正确的方法，道你才能够进入那个方程式。你无法度正进入那个方程式，你也只是披靡而已，你也只是披毛而已。为什么？你只看片面的，你没办法认识它。所以呢，咱一旦真正认识了讲道，伊个深邃难测、微妙难识，伊个本质，嘛就是拍开了认识世界万物的根源跟运动发展。那么进化咱的奥秘，嘛就是找到咱立心处世原理。你们要找到立身处世的原理，我们便会在这个宇宙跟自然大道当中不断，好、哦、不断会发生冲击。啊，你要安怎去完善发展？你必须要了解啊，了解它的核心。道可以说是《道德经》的根本核心，但是道字这个道为秀开始，吼、哦，秀就是咧讲到头壳啦，吼、哦、头壳。但是呢，咱在行走的时阵，道内底不是一个手吗？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手就是头壳的意思。但是边啊，现在搁一个走马啊棒，这就是叫做你爱有头壳去行去走。去行的意思，所谓头壳的行行走，就是咧讲到咱运咱家己的思维去思考咱的人生、世界甲宇宙呢，吼、哦，就是一个过程。宇宙是一个过程，就是道嘛，就是咧讲到咱透过思考所得到的认知，嘛是咧讲道。啊，这个人生呢，一旦讲到某种的规律，所以讲老子伫遮咧讲道，就是咧指啥？伊指这个世界甲自然的规律啦、啊，嘛是咧讲到咱人类的宇宙观、甲自然观、甲世界观啦、啊。所以讲规律需要顺从，而唔是违背呢。吼、哦、啊，违背规律往往呢适得其反呢，吼、哦、事与愿违呢，甚至会引来灭顶之灾呢。所以咱常咧讲吼，顺从规律则会一帆风顺，不断发展，吼、哦、永远吼、哦、会有地球。地球村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就是咱所称的，好、哦，这个娑婆世界嘛，好、哦，娑婆世界。那么像呢，讲这是以上界浅白的来讲，以上界浅白解说，好、哦，安尼呢，咱应该都听较有，然后应该听较有。那呢，咱讲到道德经的名义咧，讲到故常无欲与观其妙。卷而浓缩一起，就是讲上无者无声无强，自古至今无有改易，是以为之上无啦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太上欲世人在上无之中呢，要观其至道生生化化之妙，要观这个至道生生化化之妙，真相之妙，却在无中而生有，其有不真嘛，所以为妙。
既然鸡又不精，所以咱会讲喵啊喵。如人果能观常无，咱人如果来当观常无的意思，那你的心意奇妙，即知常无者，即无明天地之数嘛。经中来对你甲咱讲啊，就是讲无欲以观其妙，即是处意的意思。好、哦，啊，那么咱讲常有欲以观其巧，哦，这个巧呢？常有者有成有常，自古及今。即马来讲，该咱讲以为之常有，就是太常欲世人在常有之中呢，相关其之道，的的确确，咱人爱有巧，人实在爱有这个巧。吼、哦，咱伫无中有句隐微而独之嘛，现在讲隐微而独之，所以为巧。人呢，如果来当观相有而动机，咱讲见到你家己的巧，咱就会当知常有者，即是有名万物之母嘛。经中来底定咧讲，有欲相欲观其巧呢，就是咧观其巧的意思，就是安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咱今日呢要去甲了解呢，了解讲为什么是处两者而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选呢？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到一句，吼、哦，咱第一章今日要甲讲到完，然后再来讲第二章啦吼。初量者呢，为什么初量者未尝无常有也？吼、哦，吾无之名虽异，其实啊，吼、哦，皆在无极中里所出嘛，故曰当出，名不得不异，就是咧讲到，你为什么会把它成为两种？无可以无名，断不可以言有。为什么？一边讲有，一边讲无啊！哦，在这个阴阳太极内底，万物之调内底面有形无有啊？它有名吗？名是啥？是咱后边咱人讲好的吗？哦，咱人去讲好的，所以有可以有名，断不可以言无嘛。万物之形式已经有啊嘛，互你看到啊，但是现者呢，不可执着啊。哦、你有看到的端倪，它没有形象，无言说，自见自明嘛，自圆自好，自显自露嘛，哦，自现自露，露出的这个真形嘛，哦，咱讲自真自常呢，分化无端，妙用无方，是以为之现嘛，所以咱讲现，妙妙明明，哦。在讲到这个大道啦，一个作者玄妙，你没办法把这个妙中解脱出来的那种意境。妙用无方是谓之显嘛？吼、哦，经中来的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就是同谓之显嘛。改只初意，就是要让咱知影。咱即马咧讲神，迄就叫显；九言七座、八退下步，即嘛叫显。即宇宙万物所有的你没办法洞虚的，就叫做玄。能够取到名字的，你能够了解的，你摸得到、看得到的，就不叫玄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伫这个义来对面，先来讲玄即又玄，又个是众妙之门呢。吼、哦，咱底下讲无证照、无端倪、无畏，就是咧讲的可畏。什么叫做自己？哦，自极又个极，迷极又个迷。你这个极中来的，还有一个自极。在这个迷色当中，你说微粒子、哦、分子还有量子，微之又微。那个迷，精是更精，确是更确，确定确实那种量子。哦，那你当面经过时空隧道，我们有量子，有分子，有什么都是有。但是你在显微镜之下看得到，在你的哦，你要放大镜去放看得到，你才能够看到。像我们的身体感官，你去照 X 光，它看到里面你生了什么毛病；你照电脑断层，哦，你的头壳去拱掉，来对面有积灰啊，无积灰，哦，啊，你去弄崩坑，这是科技。哦，那你弄膀胱在弄啥？核磁共振，它可以看到你的五脏六腑发生了什么事。这跟弦有关系无？有啊。今日个咱呐无发明这科学仪器啦，无发明这所有物件，你身躯生瘤生癌，无人知啦。
你知影无人知，因为迄是暗的嘛。暗的你要透过 X 光，要透过核磁共振，要透过这些仪器才能显示你的病症嘛。甲咱人同款啊，咱人看袂到宇宙叫现啊，看会到你就叫地球啊。吼、哦，你就会当去吼八十几个国家去佚佗啊。你可以去看到很多的风景，那就是看到了，你觉得很奇妙。哦，世界怎么看不完？怎么有这么多奇妙的东西？咱今麦来讲啥？来讲到地下的水就好啊，咱讲到海就好啊。海里底的鱼啊，你有法度把所有的鱼的种类，你都能够把它分门别类吗？那鱼啊，水到什么程度？水到你也不敢去给安怎？为什么？它这个万物生在玄中又玄。微之又微的地方，它有真更真，确更确的，非常玄的，它还能够在那个地方，它能隐藏它的身份，它也能够生存。所以呢，咱人就是说，人跟精神同样的艺术，它的属性都一样，猴子跟人的属性一样，包括咱的鸟啊，它都会要去加糖回来给好，鸟仔囝食，鸟仔囝大食了，伊会加糖倒来，互鸟仔母食，同款的意思嘛。它是畜生啊，但是它跟人类的属性是一样的，有爱。所以咱就要讲，现伫对是一环，就是讲是一环，就是咧讲观与无而四玄之妙，就讲观意又以色现之金嘛，观与有无之同出而意。四玄之变化无穷嘛，所以在咱这个太虚为太虚之妙，在天地为天地之妙，在万物为万物之妙，一切有形无形，有色无色，莫不出入于楚门嘛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咧讲谓之玄之又玄，吼、哦，众妙之门嘛，就是咧讲五心色众妙之明之门呢。朱子文在咧讲就讲所得乎已。在讲到虚灵不灭，咱今日要了解这么多，咱也要去发明，咱做一个科学家，就是他的虚灵不灭，伊的虚灵无灭的，他是语句众理而应万事者，知此而可以圆通，虽天地自大，万物自缓，不出物人性分之中里面，人果能勘透玄之又玄，是嘛人做哟。咱今日要勘透玄之又玄，宇宙万物的奥妙，神嘛是人做的哟。那么咱的天地当中有这么侪人在发明科技的物件，包括三 G、四 G、五 G 的都要造出来。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去研究这些东西？那就是在众妙之门里面应万事啦，就是时机嘛，就是这么时代，吼、哦。虚灵若无灭，你的虚灵若无灭，你就是有一个啥？有一个思想，你就有一个想要创造，你就是要去发明，你就是一个科学家，你是发明家。虚灵不灭，语句众理而应万事者，哦，知此可以圆道，虽天地自大，万物自缓呢？什么叫万物自缓？缓就是讲繁琐的事情太多了。不出乎物人性之分嘛，但是人果能勘透玄之又玄，则是巧识妙。你有巧，你才有当识这个妙。你有名无名，可得不可得，该不需远求嘛。你何用创为无机学说呢？好、哦，以蛊惑愚昧，好、哦，你蛊惑愚痴，还是蛊惑愚迷？好、哦，你去蛊惑众生。讲你哦，爱安怎啦？你爱安怎啦？哦，啊个恐吓啦！你无做会安怎啦？你无收会安怎啦？啊，你无开工会安怎啦？啊，无阿伯向哦，你工课若无做会，走恁囝遐啦？无一个爸母无为着囝设想的。你若感觉讲我即届我若无做，我六十五啊，我若无开工哦，阿伯会走阮囝去。无论安怎，我嘛爱来开工。这样的想法就错了。人伫有路用的时阵，三十外岁的时阵呐。哦、人公司要给你采用、哦、但是上四十个公司就无爱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想过万入来公司，当你会了，你就要退休了，他怎么要？咱人嘛同款啊，在二十外岁、二三十岁时阵，神啊要爱你开工，
早就把你炒到变过呀，无可能放互你凉凉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恁即马拢自己感觉良好，人啊，甲恁讲一个囝，你就生百外个囝，台湾全省零散跑透透，来啊领子，来啊领零，吼、哦，啊来领。啊，你啊，意志啦，你啊，道志啦，你啊，什么志啦，你啊，把它志啊，挡着你啊，你会做吗？你懂得有多少吗？所以讲，咱能够自取罪于圣人乎嘛？为什么？咱若做唔对代志，你已经强变甲挂起，你做唔对代志，我咧讲，你无做菜哪罔干，吼、哦，罔静坐，安尼罔过，你无代志哦。你若真正去压到的时阵，我咧讲咧，没完没了呢。开工不是足简单的啊，哦，钱甲起起的都会动啊，钱甲心甲吊吊都会动啊。问题是，你知影讲你做一项唔对，扣分数会直接累及子孙无？啊，你拢无去考虑到这利害关系呢？那才叫利害关系。一句话讲错了，就是利害关系；引导错了，也就是你上德的时候呢。哦，啊！你是讲看人安尼，我咧讲咧，无看我啦。好、哦，每项艺术的是咧，甲咱大家讲，你要金甲头肩膀挑起来的时候，姜名挂落的时阵，都、就是你要甲神同起同落呢。为什么？神伊的心格，我都拉高，是你来创造。为什么你要创造？你没有创造，神的神格也不会拉高。如果你今天不学习啦，后辈对后边一直给你约，啊，你伫头前啦，啊，你若唔一直提升你家己啦，那么后边这后辈要学啥？伊嘛无都学着你什么物件？所以一个人要开窍，是被逼还是怎样？还是自己有那一种同感的？就是你的肩膀，你认为我挑的就是稻粱嘛？我食稻做的饭啊，我食母牛的饭。我当然是斗牛嘛，我若今日无斗牛，我就无香火嘛。那我要怎么做？我必须向前嘛，我必须要上一层楼嘛。那后面的才能跟上啊，干不是安尼？啊，所以咱今麦不是讲啊，都干那路甲安落，天公路甲安落，神甲差咧安都兴啊，啊，你较惊无？为什么我讲的这么直白？因为有很多很多师兄姐问的就是同样一个问题，哦啊，为什么我开工开这久啊？为什么我到今嘛还无进步？无进步是你的代志，你袂使怪这道顶的了，你怪这道顶的都唔对啊了。所以，咱读书先要去留学，为什么我们要去留学？为什么我要去英国留学？去美国留学？哦啊，咱一个学的人干免？我是安尼，我爱去看天地有偌大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呐、啊！你不能锁在一个胡同里面呢、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在那里吼、哦、是井底之蛙，只看到一片天而已呢。你没有去看到人家现在走到什么程度，他的格局已经跳到哪一格，你都不了解，你是要讲你要做啥？好、哦，啊，咱常咧讲到神火在，我们在论的是神，论的是鬼，神鬼那会帮助你，但是事情是你要做的。他绝对不会勉强你，你一步不走，你就停留在原地踏步，好、哦、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啦，好、哦，伊嘛无你甲你管啦，讲坦白就是安尼啦。
占灵山秀水，为我守园定规。母娘慈悲，无法生平千岁，汇聚日月光辉。母娘，如果啦，哦，没想呢吼，即马七站嘛吼，啊，那头壳无去要讲到吼，要过会晒的时阵，过讲正十年应该有啦吼。但是呢吼，一旦收土啦，我若要收土地啦，啊遐土地呢，嘛着爱卡马刷仔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你像平常时啊，看我笑开笑开啊。但是我也有我的概率，我也有我的想法，我也有我的规矩啦吼。所以吼，有时阵呢，我说啊，你到七十岁啊，你哪会拢无爱收土地？有啊，今年有要收啊。但是吼，收土地，这土地啊，就是来卡买所在啊。哦，就是我会，你平常时看我很好笑，哦，因为我平常时啊，我甲众生拢同款，哦，那家己的安尼。我就没有分别心啦，大家来我就当作囡仔，囡仔就当作囝，啊，那是甲我同年岁差不多，我就当作姊妹啊。我是很能接近的人，但是如果正式拜师为徒的话，啊，我会很严格哦，好，啊，那我就不会说松松散散的随在恁了，绝对就无这种代志啊吼。所以人有时阵呢，吼，人呢，伫这个世间呐，你说你能做什么？可以做很多事啊，但是你有没有那种志气、愿望？有的人唔是，阿袂老咧，就无病呻吟呐。看到伊啊，就想要坐；看到蚊虫，就想要倒；哦，看到碰伊，就想要踢。他不想动啊，哦，这样身体怎么会好？当然是不会好了，吼，哦。那呢，咱的讲，没想为什么要介绍益生菌？吼，哦，啊，要介绍咱的多美千益生菌，要介绍咱的啥目睭叶黄素，吼，哦。我唔是为着趁钱来介绍这呢，是我食了真的是可以。哦，我们咱两眼也无，咱就变做干咱看经册，对无？啊，咱今日要到位嘛，就要两粒目睭，甲咱个看会到呢，咱唔才有在开车。所以我的介绍，吼，哦，咱就讲叶黄素，那个叶黄素是要干嘛？叶黄素就是要让咱吃，营养顾好，目睭顾够，安尼咱唔知要倒位啊，唔知会方便，对不？啊，如果说你都不懂怎么照顾你自己，啊，你讲你功夫学得足好诶，问题你功夫足好诶是要创啥？因为功夫足好诶，你的目睭都拍赢，功夫足好诶有啥物路用？所以咱要讲焦点叶黄素，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推荐？吼，哦，佮平常时，吼，哦，每像你讲着。太极能量元素，就是较早的太极能量元素，即马已经晋升到虫草王三高宝，还有呢，哦，我们的
好、哦、身体好、哦、那讲咱的肉体发肤出自于父母嘛。好、哦、啊咱今嘛跟你讲做这个功课，最主要是要让您知影什么叫做养身体，养精蓄锐。咱人来暗时暗困拢咧塞牙车的人，你一项物件甲顾无好，五脏六腑有一项甲顾无好，你就开始会安怎？精气神就会无好嘛。哎，精气神若会无好，我问你，你要安怎赚人的钱赚得多？所以我讲张之王，牛张之，张之王，张之王很好，你一定要吃。好、哦，那咱讲香，咱咧点慈天必胜宫的香，我们的香是绝对不会有污染。所以我讲过，这是足简单的就带过，益生菌也好，吼、哦、啊，咱的食目睭的，吼、哦、焦点叶黄素，吼、哦、啊是讲我已经食汉的久的虫草，吼、哦，甲恁介绍，和咱的道亲，你也赶快甲梅香赶快七十岁碰碰跳，吼、哦、背楼梯嘛碰碰跳，吼、哦、你要学着让自己身体健康，你必须要吃的，好、哦，所以医生这是功课了吼。慈仁必胜宫的宫址是婚姻观大悲向三吉川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啦吼。有咱的同道在甲我建议啦吼。伊讲梅香师姐，你那不爱设一个吼咨询室啦吼，设一间吼密室。我讲什么叫做密室？伊讲吼，就是单独会当甲你讲，啊，你看你要设半点钟啊，一点钟，互人做心灵咨询啦吼。要修的要创啥嘛，拢单独甲你讲得好，卖边的人拢有人伫遐听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吼、哦、啊，设一个咨询室，哦，安尼一点钟还是四十分还是半点钟，安尼啊，单独跟你谈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也是个设红道厅的二楼啊，可以，就单独咨询呐，好、哦，单独咨询，好、哦，有的人比较那个咱讲的讲小面神呐、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底下正人在听，啊，咧问正人听，那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吼、哦，他单独谈，能够谈到心坎里面。吼、哦，伊讲用这个心灵咨询，然、啊、后我觉得 OK 啊。喏、哦，因为你有这种想法，啊，你有这种要求，我觉得 OK 啊。好、哦、，OK 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今嘛咧讲到这个人，吼、哦，人呢就百百种咧，吼、哦，咱要安怎珍惜？咱讲感叹人生真短咧，但是我们都在挥霍我们的生命，我埋怨我们的人生很苦咧，但是我们又没有认识自己，了悟人生为什么会苦？哦，住在世面，嗯，一人是力量。哦，你讲不惧人生的苦，但是你要知影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人间有贫贱富贵嘛，但是世面却是同等的宝贵啊。路边的小草是从石缝中绽放出来的。你也看哦，哎，外口面遐吼，啊，较政府来做桥的时阵哦，有弄歹的，即马甲高担啊加落，迄担啊加甲高落高只高，内底伊嘛是共款土香嘛，共款弄倒出来，土香嘛弄出来，我想，哦，我这土香那在厉害，生命力那在哪强？这生命力怎么那么强？吼、哦，共款为迄个啥？为担啊加那个弄出来，哦，我就觉得我福利。为什么路边的小草它会从石缝中绽放出来，它展现它的生命力，河水干枯了一下躲在泥沟里面，它是为了珍惜生命呢。伊嘛赶快底下哦，伊嘛底下等呢，等到一落雨有水啊，我就搁倒出来啊，那无我就尽量闪尽量避，一直钻一直钻一直钻落上界下面的土地，莫有一头拍到伊就未死啊。它也珍惜生命，看到花草树木的生长，你就知道他们的生机，就跟咱的生命同款。啊，你要去保护，所以有时咱讲历史价值的建筑物了，也就是懂得历史生命的珍惜嘛。所以有的人讲一顶帽啊，一双鞋啦，会当穿七八年、几十年的，他就珍惜他的东西。有的人没有多久，哦，沙发就丢掉了，践踏了。哦，你也看有的在搬厝，遐也无爱，遐也无爱，拢好的物件。哦，人个二手货、二次回收，佮等于咱嘛是修理哩，也是讲啊，人七七的，咱嘛是同款佮咧用。咱人呢，真的很会践踏食物，啊，也很会践踏东西。我们用了一年半载的东西，你就毁坏，你没有毁坏，你就给它丢了，缩短了物质的生命。
所以讲，咱讲君主以自强不息，天地所拥有的生命，你都要生生不息。爱嘛是有生命，但是爱嘛是有生机的，爱嘛是存在的，爱嘛是爱延续。所以咱常咧讲吼，人咧讲情与无情啦，同源种质嘛，情与无情，同于真谛。你说咪平等真理就可以对生命尊重到了极点呐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自然就是生命，天地就是我们的父母嘛，日月山河，那无只飞禽野兽，你嘛无感觉古锥啊？像你即马吼，慈天必尊公你来的时阵，你看哦，我池外内底那鸟啊，尔济，啥物鸟啊，啥都有，他也是在陪伴你啊，他也是我们万物当中的一个生命，你不知道生命的可贵，你看那些鸟，那些鸟。鸟妈妈，我拢叫伊鸟妈妈，叫伊鸟姐妹。哎呦，你莫入来，甲他帮骂吼，哎无啊，啊是伊的生命衫，你不要污染他。你要进来做修会使，你要直接生囝会使，传还你的下一代可以。但是你要较斩扎的，我拢甲讲，你们这些鸟姐姐、鸟妈妈，拜托你较斩扎的。好、哦，我是一种生命嘛，一粒种子可以生长千万的果实啦，一泓细水可以长养无限的生命。所以你的春夏秋冬都是在孕育生命，慈悲洗手都是在成长生命，生命的意义不是奔走转领，生命的目的不是一寿三千啦，不是跟他吃三顿而已。人的一生无上的尊敬，人的一命 无限的价值，属实就是这样。所以人生不能空过啦，生命不能虚度，人生的意义不要再恋眷长寿，也不要再永生不死，应该如何发挥我们的有限的生命，把它的内涵做到无限的扩充、哦、正刚才不是我们人在说的、啊、我们人在世间就像灿烂的火花一样蹦烟火、啊、但是它的特质是有限的、哦、每一个人都一样，你有什么，你有你的缺陷，它也有它 的长短，身体气血无常啊，春秋岁月会带来四大离散嘛，所以说我们人的生命的宝贵就在于适应因缘啦，你也要适应因缘迎向未来嘛，所以人的生命在平常时你就要知道宝贵，你必要、哦、不要去牺牲黑白牺牲生命，溜溜、哦、要跳楼，溜溜要挂命，溜溜要自杀，人说所谓的无求生以害人啦、啊，有杀生以成人、啊、求生以害人者虽生犹死、啊、杀生以成人者虽死犹生、啊、所以我们说人类为万物之灵，如果能够真心歌颂生命的宝贵，世界要怎么展现它的美好，世界一定会展现它的美好。为什么不能展现它的美好？因为有太多人、哦、思想观偏颇啦，有太多人、哦、在人生当中活得生不如死啊！啊，有太多人吼、哦，未晓爱惜生命啦、哦，那就完蛋了，完蛋在这里呀、哦！来，今日吼，咱的节目呢，那讲来个后边段吼，啊，那个一三五人生啦，吼、哦，要来恭喜啦，慈天必生公、哦、有预约的照时间来。没有预约的两点以后啦齁。在这里祝福到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齁、哦、我们慈天必胜公呢感恩有你们的扶持，也感恩有你们的、哦、鼓励啦齁、哦。没想呢感恩大家。所以我说的比较土地啦，有时候才会得失人。但是呢齁、哦、我是很真诚的，希望说大家都成为道中的朋友，大家都成为一个和善的人啦、啊。让我们的人间更美好了哈。咱这边就做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